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炒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这边酒席上的特色烩菜做法，里面有肉、有菜、有豆腐，特别的营养美味，好吃。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。先准备点酥肉放入盘里面。关于这个酥肉的制作，大家可以看我昨天发布的视频。好了，这道简单的烩菜就做好了。在这里的酒席上，我们把它叫做麻莲烩豆腐。一次炖这么一大锅，里面有酥肉、有菜、有豆腐，肉香味浓郁，特别的营养美味，好吃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大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下。咱们下期视频见。